只能说尽量不去多想说我们在客场或就是比赛可能就是有多不好的回忆，但就尽量尝试今天的比赛该怎么做，该怎么执行，那可能是注意在这上面吧。就是之前有遇到过他们，那他们其实打得很好，那也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一个投手，怎样的一个型号的投手，那只能说自己必须要去尝试做一些改变。那我觉得就是跟 JT 的配球方面的一些默契也都很好，那要学习的东西还有很多，但就是希望一步一步慢慢来。那我觉得毕竟投那么多的变化球并不是我擅长的一件事情，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只能说今天做得很好，那希望就是接下来能够去多尝试，多就是更灵活的去运用它。其实感觉跟上一场其实差不多，那只是说今天运用多一点的灵活的配球上面吧。那我觉得因为以往自己可能就是很多就是做不到啊，或者是可能就是对我来讲其实是蛮难的一件事情，只能说今天就是不管坏球，因为可能就是整场比赛的坏球率其实也算是偏高的，那可是我觉得就是不怕去说丢坏球，而是尽量去控制在位置上面，那我觉得今天尝试这样做，那得到效果也还不错，但只能说就是捕手的一些帮忙配球，然后跟捕手的一些信任，那我觉得就是尽量控制在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里面，那我觉得可能这场比赛主要比较顺利的原因吧，大家都是尽量尝试想要表现得更好，那我觉得这场比赛是应该是说大家的努力而造成的，不是我一个人做到的事情。